哎，林主任吗？快来救我！有人要杀我！是什么样的人？几个？你现在原路返回，不要跟他正面冲突。我马上派人过来。主任，辛苦。有事回来再说。你现在马上去静安寺东边的春兰旅馆，替我办件事。哦，是。 放下，小心走火。怎么是你啊？就你一个人啊？是啊，你怎么来了？啊，这不所里有人在这儿执行公务，看到你跟人交火，我担心你吃亏呀，赶紧来支援呢。高科长，因为什么事儿啊？吕奇松的事情，查到些什么了吗？跑了。 高科长，等我一下，把这事收拾了，我已经压下了。哎，等等等等，高科长，我能理解你急于复仇的心情，不过毕竟你是情报科科长，我是行动科科长，是吧？你说，这刚出了吕奇松和周宏志被杀的事，凡事啊得小心为妙。这关于吕奇松被杀的事。 林主任把事情告诉高科长了吗？什么事儿啊？高科长都来寻仇了，还瞒着。林主任派我去杀吕奇松，日本人和南京方面都知道这件事儿，没必要再瞒着了。啊？主任？那主任也没在所里公开这事儿，不过也能理解，他怎么跟高科长提这事儿啊？ 那毕竟吕奇松也是高科长的准岳父，你真不知道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好，好，好，就算你不知道，那也不能不管我的死活吧。行了，组织上能不管你吗？明天就送你去火车站啊。 韩芝，你。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美凤，你晚上把我们所有要好的朋友都约上，到红房子西餐厅。我要请大家吃饭。好。一个人，你帮我约的姐妹呢？他们还没来吗？我以为他们早就到了呢，电话里都答应好好的。那没关系的，可能是我电话里没说清楚，我明天再约一次他们。嗯，不用了。在学校里有很多朋友，不过这样也挺好。没事儿，还有我呢，你还有我这个朋友，不离不弃。还有我。妹妹去学校办退学手续了，现在也只能这样了。等以后我们家经济条件好了，我……哎，哎呀，妹妹回来了！哎呀，哎，你怎么了？你受伤了？怎么了？你是不是跟人家打架了？哎呀，没有嘛，怎么可能呀？是不是有人说你爸爸，你就跟人打架了？不是嘛，你别瞎想了。我摔了一跤。伯母，他的确在学校摔了一跤，当时我在，我看到了。哎呦，你真是吓死妈了呀！你知道吧？你现在一出门，妈就神经紧张，我的心就扑通扑通直跳，那都跳到这里来了呢。知道了，妈。要小心啊！高晨，今天的事情你都看到了对吧？是的。其实我没觉得自己丢人，你不帮我，我也不怪你。相反，其实我挺理解你的，换作是我，
我也不会插手跟我不相干的人。那天你跟别人在书房里议论我爸爸，我都听到了。其实今天欺负我的女同学也说我爸爸是汉奸，他们不认识我爸爸，人云亦云，我无所谓。可你不一样，你了解我爸爸。高晨，我告诉你，就算他们打我、骂我、欺负我，你不帮我，我都无所谓。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不许你再污蔑我爸爸。给你买的药，回去擦手。我查了电讯科的档案，一个月前林灿荣往南京发了一封秘密电报，暗杀吕其松是他策划的。上级已经同意你提出的除掉狙击手的计划，这次是我们欠吕先生的，我来安排人。不，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也好，没有人比你更有理由来除掉这个人。有他的下落吗？林灿荣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永尚负责。找到这个人对我来说不是难事，谢谢信任。找哪位？商贸公司的。身份确认了吗？确认好了，南京过来的。军统上上下下都应该对吕先生脱帽致歉。先生，您住店呢？啊，是这样的，刚才出门的王先生，他有东西落在了朋友的房间里，我来帮他取。啊，对了，刚才他跟我说几号房，我怎么突然就忘了呢？工的一天丢三落四的可不行。
自己人跟自己人动起手来了。调查所对外宣称，吕先生被害是因为爱国青年团的抗日初见，大概是因为害怕发现其中的阴谋，把他给灭口了。什么？你进去了也没拦住他？我这一进去，高科长就直接开枪了，一枪毙命。我连说话的机会我都没有。他人呢？行动科，刚做完笔录。这个狙击手，是我专门从南京调过来执行任务的。他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打我的脸吧？是啊，高科长这次啊，确实是有点冲动。冲动。没那么简单吧？这件事儿，你给我好好查，一定要查清楚。是。报告。进来。我擅自行动，愿接受处罚。先斩后奏。向我示威。卑职不敢。我告诉你。暗杀吕其松是南京方面下的命令，罪名是私通抗日分子。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王科长告诉我的时候，我的确懵了。我在春来旅馆也问过别人，没人告诉我他是我们自己人。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抗日分子，所以我才开的枪。吕其松的事儿，我也是前两天刚刚知道。是日本和南京方面下的死命令，此人必须除掉。本来于情于理来说，应该知会你一下，因为他毕竟是你未来的岳父，而时间又定在你的订婚宴上。但是对你保密，正是为了要撇清你的嫌疑，否则万一出了意外，走漏了风声，你就是第一个被怀疑的人。主任一番苦心，我不是不明白。可是吕其松毕竟是我未来的老丈人，全上海人都知道我要娶他的女儿。可现在呢，居然在订婚典礼上被杀了。你让我怎么做？当缩头乌龟吗？我办不到。我心里憋屈。你有你的难处，我也有我的无奈。在订婚典礼动手，我相信肯定不是主任的命令，因为主任，您绝不会目光短浅到连一个订婚仪式都等不及。是您派我去接近李其松，目的就是看中他的财力，能为我们新政府所用。这些年来我们苦心经营，我终于等到这一天。我原本以为，只要订了婚，我就能顺理成章地接手吕其松所有的业务。可是现在呢，上面一拍脑袋，我们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没有发现吕其松勾结抗日分子的证据，我是知道。而且我对自己人动了手，怎么处罚，我毫无怨言。好了好了，先把枪收起来吧。再怎么说，吕其松也是你未来的岳父啊。所以南京方面要是追查下来的话，我替你出面解决。吕先生，晚辈对您深恩负尽，为越狱歼此白人，为达成守土抗日之责，永不终止。组织上正在安排同志来上海，以吕家亲戚的名义接他们母女离开。要送去哪里？我也不得而知。宁波、无锡，或者南下去香港。吕先生，他生前曾经担心，遇着现在的吕汉之，如果一个人离开韩院的话，恐怕不足一个星期就会死在上海的马路上。她毕竟只是个19岁的女孩子，什么都没经历过，长这么大，甚至连佣人都没离开过，现在却说要往外移送。19岁的你，不也一个人在东京地大学医，后来又被送去苏联受训吗？可我父亲没有被暗杀，更没有被扣上汉奸的帽子。高晨，你的心情我理解。吕小姐聪明，有胆识，现在虽然青涩，但以后绝非一般女孩子可比。刚才那番话，吕先生曾经也跟我说过，我只是没有想到会真的有这么一天，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面对那么多的磨难。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早餐啊？啊？嗯，就几片吐司啊？吐司嘛，要用起司配的呀，要不然干巴巴的，怎么咽得下去嘛？哎，好吧，算了，我知道我们家里已经没有起司了。囡囡，你帮我去拿一瓶果酱来，好吧？果酱没有了。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你是知道的呀。我是最重视早餐了，早餐吃不好，一天就没有精神的。我煮了咖啡，可以提神，喝了就有精神了。哦，牛奶也没有了。这日子过得再省，总不至于连一杯像样的咖啡都喝不上吧？你看这咖啡，都淡得像洗杯子水了。妈。
我们的钱啊，现在要省着花。像咖啡这种奢侈品，在我拿到第一份薪水之前，是不会再出现我们家了。第一份薪水？什么意思啊？美凤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教小孩子弹钢琴的，今天去面试。薪水怎么样？不知道呢，说是今天见面谈。囡囡啊，以你在上海的名气，你能教他们的小孩子弹钢琴，那是他们的福气哦。我跟你讲啊，薪水这种事情呢，谈得来嘛，自然是最好的，谈不来那也不要勉强，你可千万不能自己跌了身价，晓得吧？妈，这份工作我是一定要的，要不然怎么挣钱养活我们两个呀？这个就是你们找到的所有吕其松的材料。这是王科长、汇总的现场勘查报告，还有我这些年来在吕家了解的情况，都写在里边了。难道你们就没在他身上找到一个可疑的同党？主任，我们确实查了，这跟吕其松接触的人有很多，商人最多，这还有红帮的、青帮的、教会的、学校的、警察局的。可是这帮人现在都跟吕家断了联络，这甄别起来实在是太困难。这吕家的两个女人在吕其松死了以后就没去找过他的什么朋友或者什么组织求助？吕其松这个人心思缜密，就算在家人面前和这些人来往，他都会掩饰得滴水不漏，所以我估计他家人不了解情况，更别提认识什么同党了。不排除这种可能，不过吕其松连一个同党都没有，这也不可能吧？主任，依我说，咱们就干脆把他们抓回来，咱们不是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开口吗？事情还没急到这种地步吧？哎呀，我这忘了高科长跟吕小姐的这个关系了。瞧我这嘴，高科长，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好。不过王科长提醒的也对，咱们确实应该主动一点。行动科马上组织人手，对韩元进行24小时的监控，所有的电话、来往的人员，包括母女俩的行踪，都要记录在案。是，主任，我马上来。高展，嗯，说起这个吕小姐，你还打算娶她吗？主任，是您安排我接近吕其松，目的就是插手他的商业事务。现在人都没了，这婚事也根本不重要了。既然这样，索性就算了吧。啊，对了，这段时间啊，你最好不要跟吕汉之再有什么来往了，不要去韩园，以免干扰了行动队的调查。这可是命令啊。啊，是主任。这个时候打电话到所里来，他在啊，等一下，美凤找你。哦，喂喂，高晨，今天韩芝啊是第一天上班，给小孩教钢琴当钢琴老师，我们一起去接他吧，然后给他好好庆祝一下。最近我所里很忙，吕小姐的事情我很少过问。啊，
间都没有吗？高晨，韩志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就这么漠不关心啊？也太让人寒心了吧！你不会连他找的工作也不知道吧？最近我们很少联系。林小姐，我现在在工作，我先挂了。美凤找你什么事儿啊？她说，吕寒芝找那份新工作，想让我一块儿去庆祝庆祝。太不像话！这种婆婆妈妈的事儿，也打电话到所里来，真是。你别理她。是。薪水嘛，你不用担心，只要你能让我满意，保证比你能想到的要多。哎，你这是干什么？董先生，我想我并不适合这份工作。那你就不想知道薪水有多少吗？薪水您自己留着吧。你不就是因为缺钱才出来低三下四求人的吗？想挣钱就不要挑三拣四。放开，董先生。第一，我没有低三下四；第二，我也没有挑三拣四。哎，这就对了。哎，你放开！哎呀，这里又没有别人，你矫情什么嘛？放开！你放开！放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呀，我跟你说。我要不是看你细皮嫩肉的，我还懒得碰你呢。你还当你是上海滩上人人羡慕的大小姐啊？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你们吕家现在什么名声啊？你什么人？你汉奸的女儿？哎呦，哎呦，呸！我不要脸，我再不要脸，我也比你那个当汉奸的爹强。给日本人卖命，给人打死，那是活该。哎呦，哎呦。站长，我看到高晨的资料了。军统盯了他这么久，一直没有能够成功的在他身边安插眼线。你说找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吕寒芝。站长，我不认为这是个可行的计划。我和吕小姐有过几次接触，她虽然是吕先生的女儿，但她根本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小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在一个月之内训练成特工啊？啊，可是这个人真的是……是，我知道了。组长，站长怎么说？还能怎么说？他让我们把吕寒芝吸收进来，利用他和高晨的特殊关系，把他安插到高晨的身边，提供情报，伺机除掉那个姓高。组长，您觉得这个吕寒芝能行吗？我是非常敬重吕先生，可他这个女儿，你说一个满脑子只有风花雪月的千金大小姐，怎么可能在一个月之内训练成为特工呢？你听上去太不可能了。军人已服从命令为天职，那我们就去会会这位千金大小姐，准备准备。是。组长，用不用资料室提前准备她的履历和档案？不需要，因为我根本就不打算用的。到时候站长就会发现，用吕寒芝就是在浪费时间。喂，张主编，对，是我。上次你说我的文笔不错，我想跟你聊一聊去你们杂志社做编辑的事情。啊？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聘用我会冒风险啊？这跟我爸爸有什么关系呢？我。对，对，我以前跟白鹅的老师学过芭蕾舞，他们都知道我跳得很好的，教小孩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为什么？为什么学生家长会对我有意见呢？这跟我爸爸有什么关系？喂，喂。找到合适的工作吗？没关系，我就不相信整个大上海我找不到一份工作。没错，加油，加油。看清楚，人家不但没去南京，而且呢还来了韩元，专门来找你的，多浪漫啊！找我干嘛呀？我又不是韩少明，我当然不知道了。走，找他问清楚去。哎哎，不行，怎么了？我现在不能见他。你好好的怎么不能见了？反正就是不能见。你到底怎么想的呀？为了见他，你跟高晨的订婚宴你都敢临阵脱逃，现在人家就在家门口了，而且呢还是特意来找你的，你反而躲着不见了，你真是要急死我了你。哎呀，你不懂，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见了他，我在他心里的形象就彻底毁了。什么形象呀？当然是聪明漂亮的形象了。那，哎，那他看见我了吗？人都走了啊？怎么走了？后悔了吧？就站了那么一小会，一点耐心都没有。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过不堪回首，月明中。